少年强则国强，睇一个地方嘅未来，从青少年行为面貌可以窥见一二。而香港年轻一代嘅面貌呢，又可以从几封信反映一二。呢啲信好重要，系呈上法庭嘅，律法面前宣咗誓唔能够造假。但系就有人反其道而行，而且呢一种人唔止一个。第一个造假嘅呢，系个25岁嘅年轻医生。2019年平安夜，有人在网上号召去到元朗的 YOHO MALL 参与和理星集会，之后爆发警民冲突。在场有个中大医科学生张家齐，他身穿写有暴大抗争、光时等字样的衣物，戴了口罩掩盖面容，被捕的时候更撞伤警察，结果上个星期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判入狱1年8个月。好好地一个医生，自毁前程都算了，但他犯罪之后竟然不知悔改，继续以身试法。法庭资料显示，辩方为张医生求情的时候，曾经向法官呈上一封声称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写的求情信。没想到新闻刊出之后，中大医学院即刻发声明澄清，陈家亮院长从来没有就这宗案件撰写过任何的求情信。咁即系话呢一封呈堂信件系假嘅，咁样张医生除咗非法集结之外，其实佢仲多犯两条罪，就系发假誓同埋使用虚假文书。假信边个写嘅呢？我相信辩护律师唔会大胆到咁，冇除牌之嫌为当事人作假。咁嘅话，假信极大可能系出自张医生之手。再赔一个医科生，政府库房每人起码补贴300万。花了这么多社会资源、人力物力教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不知悔改还在法庭公然作假的暴徒。是人的问题，更加是教育出了问题。那到底香港的教育出了什么事？我们又看看另一封求情信。同样是2019年平安夜，同一个场合元朗 YOHO MALL 商场的和理星示威，一个19岁患有自闭症和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男学生，因为在骚乱现场被发现藏有2个锤仔和1个士巴拿，被控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结果被判入更生中心。判案的时候，法官陈炳就拿着男生老师所写的求情信质疑，他说被告中六操行攞师，但老师的求情信就形容他是个性乐观随和、尊师重道、守规尽责、热心服务社会。咁陈官不禁问，点解会赞得佢咁优秀嘅呢？所以陈官特别喺庭上提出，教育局要就教师撰写求情信给予指引，以免滥用法庭对教师嘅信任。近年大量嘅暴动案进入审理阶段，好多被告都会向法官呈上校长、老师嘅求情信。睇报道引述嘅内容，每个暴徒嘅求情信几乎都将被告写到十大杰青咁。如果这些孩子真的这么优秀，为什么会走上街头掟砖、纵火、打警察呢？写这些求情信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见到个孩子错成这样，你们还要呵护、掩饰，甚至为他们圆谎，令到他们一错再错呢？一封求情信看出一代人，什么的老师校长教出什么的学生，预见我们什么的未来。